哎，各位，我们现在要用那个，要用，好吗？盐酥鸡，哎，用气炸烤箱哈。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就是说我们现在会这样用。这个是我们昨天去买的盐酥鸡，然后啊，因为买太多，还有吃晚餐吃不完哈。然后在这个部分呢、啊，我们会用气炸烤箱。现在气炸烤箱，我们用那个篮子，来把它复烤复热一下，就会很酥很好吃。我拿篮子。嘿，拿篮子一下。好，现在这个，哦，直接夹进去就可以了。这是我最爱吃的三角骨。耶，来举锤。各位像好，你平常在家里啊，那个气炸烤箱除了做料理以外，或是气炸一些什么鸡排啦之类的，你如果像这种在回烤或是面包，都随时都可以拿来烤一烤，就可以吃了。嗯，而且会变得，主要都是那个早餐，我觉得最方便。哎，早餐也非常的方便。嗯啊，复热像这样子复热这个。也是挺好的吧？对，电灯打开一下，以后哦，一片光明。对啊，忽然就变亮了。可能一次没有办法那么多，我们先一些就好。好，先用一些就好了。嗯，这些待会第二次好了。对，那之前有网友在问说，这个烤了会不会像那个气炸锅下面湿湿软软的？气炸锅会这样啊？对他们说下面好像会湿湿软，就是上面。因为它只有一边加热嘛。哦，我们这个不会耶。哎，这个不会，因为它这个是上下都加热，所以不会有那个什么酥脆的啊。什么上面是酥脆，下面是软软，不会这样。哦，不会不会不会这样。好，那我气炸个十分钟好了。好。好 ，OK， 待会回来。待会回来。哦，你看。待会回来。待会就有得吃了，耶、yeah。那等他一下，我们先吃个香蕉。耶、yeah！ 欸，小蔡，你这个是在哪里买？香蕉哦。嗯。水果摊。水果摊哦。然后那个老板说香蕉，我跟他抱怨说，我每次买香蕉回家，都长一堆果蝇。对。然后他就说：“哎呀，香蕉的地头把它捡起来，就没有果蝇。”会变少，不是没有。他说会变少，哦、然后我觉得。还是有果蝇在飞，所以我就把那个香蕉的塑胶袋啊，把它绑起来。嗯，好像果蝇比较少，果蝇太软了。嗯，就还蛮刚好。蛮刚好的。现在要吃刚好，或是明天吃，这两天吃都 OK。哦，你那吃好香哦。真的、哦？那一半给你。嗯。或者要不要吃香蕉？来。就想扎我这看起来很好吃。嗯，应该对姜香蕉。那、啊、先准备个红茶好了，来喝。嗯，红茶那边你不是有煮吗？哦、那个、啊、旁边那个红茶吧。看一下十分钟会不会太久。哎呦，我好像火开太大了。哎，火开太大。200火开太大了，给大家看。啊，火开太大，要开小一点。嗯，不过它已经就是刚刚那个我们那个鸡块的油已经又逼出好多。哦、对，逼出好多油。大家看一下下面这里。对啊。可以下次大家火可以开小一点。对，我开太大了。嘿。因为我这个那个鸡排哈，它是有刷酱汁。嗯。所以它很快就会有。啊，它上面那个是那个。酱汁啊，对，因为像这个就没有酱汁的，就是原来的颜色。对对对对。对啊，它那个有酱汁的。对。我再让它低温再烤一下下好了。嗯，好。
那就来个红茶吧。还有一点微温，微温啊，不用怕微温，加冰块就马上变冰凉了。哦，再来一杯好了。我们大胃王军团已经先来这边了，所以我要先奉茶一下。谢谢。哎，你们待会是要？煮羊肉炉吗？还是要去夜市？好好好好 ，OK 哦 ，OK。那待会你们要跟那个哲士跟你们去。对啊。就是想说跟他一起去夜市。好，跟他一起去夜市哈。他还没逛过台湾夜市。对，他没有逛过台湾夜市。待会你们可以好好跟他介绍一下。那见识一下你们大胃王军团的实力。好，带你吃台湾夜市小吃，我吃给你们看。那个什么，7块我觉得好了，我把它拿出来好。哦，好。我刚刚烤太黑了嘛。应该是不用再继续烤了。好。哦，天，耶！鸡架好来了。好。来，可知西在楼上。是蛇呢，这一口不要开太大。你在气炸什么？就那个鸡。对，鸡块。买的那个没有吃完，就是因为有酱汁了。嗯，对啊，所以有酱汁的各位要注意，因为它这个上面是酱油。嗯，因为它是那个炭烤鸡排。对。试一块，我再把这些放进去。好，哦，哦，嗯，好喝，烫吧。嗯，你吃的那个是有皮的部分吗？嗯，黑好喝变好喝了。哦哦，还是交流。要讲英文名字啊？可以啊，你可以讲中文，都讲。哦，我大西瓜刘家，真讲。可以啊，真讲。我 Jeff， it's called Jeff。对 ，my English name is Jeff。嗯，还是交流感觉不错吧，各位。九九，哈哈哈哈哈，豆豆豆豆，九九，多一点。我们家没有。这就是，milk tea いいですか？ Milk tea。Milk tea。Okay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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This。You want try？ Yes。Okay。让他喝那个啦，金苹果啦。哦。金苹果啊，好。对啊。哦，那个也好。对啊。啊。是这个蛋糕吗？台湾哦，
台湾哦，这个要怎么讲啊？只有台湾才有。台湾啊 ，Only Taiwan。朱玄义来了。朱玄义。朱玄义。哦。是。啊，你的英文名字，英文名字哎。Justin。Justin。Justin。好，Justin。这样，不要过来。等下吃羊肉。啊，他的干自费。哎，博涵呢？啊，等一下去啊，六，刚刚就六点，还有很久。这是过费哦。五点五十六，够吗？各位，我们现在还在气炸薯条。耶、yeah。好，所以大概就是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嘛。其实我觉得非常的好用，非常的方便。早餐你吐司还是说，要气炸一些，那个鸡块啊、薯条啊各方面的，其实都很方便。包括你如果吃过的那个盐酥鸡啊，还是什么要复热面包什么都很好，很好用。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儿。那客厅的台日交流我也要去参加，所以我们就先这样了，各位，拜拜。